四小节啊。这首歌算是比较难的，然后啊，我们这个是第三段了，我们今天叫第四段了啊。这边啊，然后再来一遍啊，从头开始啊。这边稍微讲一下。搬一搬，啊，这边左手，这样子，这结尾啊，是一种结尾的方法，但是结尾有一种两种，对不对？这样压下去之后跟打鼓一样，那两手都不能断。那这上就是左手还是不能，就好像大鼓在踩这样的。到这边的时候，这样，就好像大鼓咚咚咚这样。再看一遍。这一段是比较那个，蓝调是比较困难一点，就是，可以的吧？这样子，有什么问题没有？而且呢。